骑士单练守夜人合集，这边我们来单练一下守夜人，用后世区选的第一把，选的是小推，来了，有动静了。啊！ 这边是区选的第二把，在小推守夜人。嘿。 区选的第三把，听到风的声音了。 你为什么要猜我个技能啊？因为我在赌，赌对了我就活了。这边的话是区选最后一把，选的是墓地，看一下什么屠夫，守夜人。 断风行了，估计触发一下小尾脖，
己啊。